绘图转生玄王名人木叶一志春野三丽兄弟演员回光返照眼泪白流巨人起源艾伦放海我下死手。以上是巨人漫画本话重点。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巨人漫画最新一话更新了。上一话结尾，阿敏被拖进道路，遇到了吉克。吉克说，艾伦理解了优米埃想要的，而自己一个满脑子想着歌姬的人完全理解不了。于是就在这对他放弃思考，认为人为生而生，生命的意义在于繁殖，叫阿敏别在这想些有的没的，想开点，人迟早会没的。而阿敏认为生命不仅仅只有繁殖，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一边做着手中的木叶，回想过去的美好，一边说服吉克。阿敏的这番话使得吉克对此产生了共情，比起生命意义是繁育，自己更想时光永远停留在接球的那个时刻。想通这点之后，起身说，那还在这堆个鸡巴，走砍弟弟去。此时身旁出现除了战锤始祖作品中有戏份过的所有前任人间体，他们通通回光返照，里面有核桃夹兄弟、格丽莎、肖、小贝、前任数据，还有优米尔。所以女王真的被实锤为后期最惨吗？在你们1047所有人眼中纯属工具人，真的除了艾伦没有一个人会为他着想，站他一边的。作为女王厨剑三创，送完马爱奇巨人全套漫画跪下来求你了，复联小队里的1047能不能全部给我去世啊。之后他们全部开着各自的高达从陆里出来，拯救了被揍得让人看得很爽的莱拉以及阿林。有意思的是，拯救了莱拉的都是二巨，仿佛在说，看好了法尔科，这就是你现在所继承的二只巨人，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是为了守护莱拉所前进，就算死了，死了之后，巨神再度彰显身为亲女儿黛玉的神威，在敌跑我飞的互相移动下，精准狙击猪形状巨人的眼睛。三丽趁机收人头，把阿明从蛇网中救出来。我寻思巨神这么厉害，你们下去搞的艾伦身体乌烟瘴气，图个啥？直接让巨神来个精准摩擦，弄得现场那么多蒸汽，搞得巨神原本想闷声装逼的，现在都不好瞄准了。于是这机会让给了让。堪称灭世的始祖巨艾伦就这样被一串炸弹给炸断了。我觉得停止地名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两个人抓去进猪笼，还说什么地名能保护他们发展50年。我寻思刚才那波要是扔得准一点，持续攻击不让他接上，全部怕导演现在都得去道路玩沙子了。吉克出来对兵长说， Hello， 天气真好，快来杀我啊。看到这兵长那表情呆萌呆萌的，这就好像你追了3年的女神，每次都差一点追到了，甚至为此全身残废，手指都没剩几根了。最后女神跟你说，我不玩了，我摊牌，你去叉叉俱乐部300碗就能透我一碗，之后你去了，爽到了吗？兄弟齐齐断头之后，地名停下了。面对复联，艾伦作为阿尔迪亚救世主终于给出了反击，发动始祖之力，只是把头给接上。哎，别这样，冷静，扶英雄，别这样，我知道只有您才是真正能为帕岛放弃一切的人。断掉了脊椎开始想要连上脑门，听到门子我们的来了，兴奋了，终于有用武之地，下去抱住想要连接的脊椎。哼，凯之巨人可不只是好看而已，区区连脑门的线，看我用巨人之力推回去。剩余全员坐上法尔科的机体，三丽看向阿尔明，阿尔明电光一闪，艾伦生死不明。此话一出，每月的嘲笑烂尾党的烂尾了，居然又双双烂尾了，变成不会吧，不会吧，不会真的烂尾吧。去看了看评论，发现总有人把卖烂尾的人当成希望灭世的小鬼，但实际上这是停地名停得太随便了，他们才会有这样的意见。首先，正常人都不会觉得创哥会画一个地名灭世的结局，地名一定会停，关键是怎么停，停了之后各方面的矛盾如何解决。居然最不能接受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阿尔敏空怀理想的一路弹弹弹弹弹弹弹，按照吉克、优米尔、艾伦的顺序一路弹，弹到岛内问题全部解决，弹到全世界放下仇恨，弹到岛内岛外永远和平共处。现在剑三创迈出了第一步，让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读者很怕的一步，且剑三创有意让走向偏阿尔敏那方面去发展，希望这步过后有分支点。不是反对阿尔敏谈话，但谈话也是有形式的。谈判，我手上有筹码，你手上也有筹码，各自交谈取得自己想要的利益，以此达成协调。嘴遁，我手上没筹码，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一顿感化，你得把你手上的筹码给我丢了。阿明的嘴遁之所以会让人恶心，是因为阿明并没有完成嘴遁所必要的信息。如果后面阿明继续像这话一样靠一通大道理就能嘴遁通关的话，那是真的恶心。仅靠高谈理想就能解决混局的话，之前所描写的一系列残酷无法改变的现状就成了笑话。艾伦之前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马来生活自我反省就成了小丑。居然这话引起最大的不满，那就是剑三创让他做到了靠空谈停止地名，回光返照这点倒不是什么大问题。路这一特殊的空间是能源的，虽然始祖被炸，但艾伦大概率还没死。从剑三创这话肯定阿尔敏想谈谈的行为来看，阿尔敏与艾伦大概率会谈。而假设真的要谈的话，希望阿尔敏的谈吐能有干货，而不是空谈。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觉得还是 OK， 要关注、点赞、收藏，支持一下 UP 主。我是 Leon， 我的 Hockey Dragon。